嘿嘿看人家是很懂的啊，租着嘟嘟车。好，发生了火拼。哦，你看，哇，这一车人，这别颠一下掉下来。是一样的，求坡的，就两个字，坡我。啊，不是，你有本事坡吗？我们现在是把车子停在距离考山路步行7公里的一个停车场，七分钟的一个停车场那里，因为前面担心一个是。交通拥堵，还有一个就是没地方停车，花了40铢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到那个考山路，因为东嫂和 IC 姐两个人今天剑气十足啊。什么是你？一定要出去被人泼一泼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看，刚停完车，衣服已经湿了。应该是王一山他们。看 IC 姐今天有备而来，背了一个大桶，不过现在只能唬人，因为里面没水了。没吃了。帮忙装水。哇，看关我什么事儿？我都就是一个工具人。艾森，你不要现在贱好吗？你有水了，艾森就开始贱了，贱人就撕。两个人哦，装满水，可不干，可不冰水，十处装满。这一只要五十冰的。OK。啊，赶紧了。看这水啊，都已经开始流了起来了。这是考山，前面就是考山。来，
我们就看了一下考山路里边混战，外围也都是。还有谁？哇哦！到了吃美食的地方了啊！好的，哥们，来哈，来来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吧。哇哦！哇哦 ！I see。还分开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走着走着的，动作就被人拥抱了？现在都还是往考山路去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。我们现在是往回走，哇哦，他现在是往天上去，哇哇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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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C 姐在往上，不要有眼神的对视，镜头都是湿的了，这两个人都打渴了。哦，这么 crazy。 这是回家，回家的那种窝子，这是回家的那种窝。看到小姑娘，哎，我也是。
没贼胆儿。累的，几个大汉。千五百。没了，打光水了。我们现在回到停车场，马上到停车场，水也打光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停车场了，大概玩了两个小时，三个人是属于浑身湿透，最后估计这是最后一点水了。哎，这衣服湿没湿？都能拧出水来了。好了，现在聪哥他说他一路上都很饿了，我们现在要先去拿车子，然后再去找吃的。今天开不开心，爱心？开心。好了，拜拜。这衣服都粘在身上了。好，走了。